是没那个毛小厨房，专卖燕麦塔。爸比说吃香蕉可以提高免疫力，但是吃免疫力有什么用呢？放开那个香蕉，老龙要拿去厨房了。好熟悉的样子，是不是要做蛋挞呀？可是这次怎么没有鸡蛋呀？鸡蛋还没出厂呀，我好想它呀。真的不打算放鸡蛋，倒酸奶也行吗？比蛋挞还好吃的燕麦塔，你想吃一口吗？没那个毛，小厨房。